这不好吃哦、喔、LV 芒果那个，这真正 LV 的，这赞的哦、喔，真正 LV 的哦、喔。这块是芒果的冰棒界 LV 的。一个问题，你知道吗？啊、他配国语的时候，他就要自己想了。啊，对。这你们先，我觉得你们配太多 Z 黑啊 Z 台语的时候，啊、对。跟主播们对吧？你为了嘿，嘿，嘿，加的。这吼讲系独一无二的，这五啊个冰棒哦，一支吼75块的对。我这是干哪个？站哦，再讲一次，来一二三。夏天吃起来真是太棒了，太赞了，请大家一起来分享。我知道了，五啊个吼，因为。我会做一寡副食品，就是讲吼，因为你产品啊上做的时阵吼，销无路，吼一时销无路，你一定着爱做一个副食品，吼。可比我就是做醋，吼，鸡鸭饼、果干，因为你量做的时阵吼，伫这个社会，吼，接受的程度无遐济啦。你一天的量实在是超过多，因为有我讲你啊，当大出的时阵。按怎采收，你无无法度消除啊，所以你一定爱做一寡副食品。啊，因为有我国的副食品，听我做足侪项啦，我只有开发3-4项尔。啊，因为足侪朋友嘛，甲讲吼，要按怎做啥做啥，咱实在讲的啦，咱一个做农的吼，要一届要做啊侪，无法度啦。只是讲咱做会到的，就尽量做吼。啊，甲咱的农产品降低甲讲吼，卖讲拍算去安尼就好啊。啊，咱偌济吼？分七地500坪啦，哦，啊，我是拢用有机酵素啊，甲有机肥，所以我种开特别好食，吼、哦。啊，你也唔信，你只甲别人比较看卖。我这种的方法佫甲别人唔同，因为我这种的是祖孙三代，啊，我这椰子有诶无诶，吼、哦，我实在拢家己用心，吼、哦，来经营的，吼、哦。啊，你看我种的，就是讲。因为你这种的，我都种到一年四季，就是讲，你爱不管是伫咧小枝啊，有迄枝长伫咧成长，安尼时吼，才有我都做到一年四季都有啦。啊，我有要求听众朋友吼，啊，要加网购会使，我这一斤吼、哦、市价是300啦。啊，你要找的时阵，直接吼伫五股饭店吼找龙凤有我果农场吼负责人。是东龙，安尼就好啊。哎，我们这是听友的迄、那、落、個，这是阮听众朋友的迄、那、落、個。呀，三个月话嘛，为迄为无生出来，方嘛一个月啦。看头前哦，你目睭唔能。加冰棒啊！奶奶，你也未接到，先哦。无花果是，无花果是糖尿病的时候，因为是寡对。哦。我这两生用，那门话，那你把有单糖、双糖，对，阿葡萄。